欢迎收看《玩具都是我的小孩》。今天不是要介绍玩具，不过看我的玩具嘉宾就知道了，会介绍跟凤梨有关系的东西是什么嘞？佳佳，我在全联买到的素食饼三生，哈哈，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凤梨口味的月饼啊，有看我去鹿港的影片就知道了。那其实我在全联看过这个好多次了，就一直犹豫要不要买，因为刚好中秋节快到了，所以就当作另类的月饼好了。先来看一下这个成分标签，然后主要是面粉加上凤梨蔬果酱，然后它是奶蛋素的哦。那赶快来打开来看看吧。把这个塑胶膜撕开，就闻到满满的凤梨味道，太香了，凤梨的味道。好，打开咯。哇，这个外盒，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诶，小心翼翼的保护。哇，出现了，噔噔。好，那我的手有去洗了，现在那个疫情的期间，手部保持清洁是一定要的哦。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分成猪肉、烤鸡跟鱼，那我拿起来看看咯。哇，好大哦。哇，这个是烤猪肉，噔噔，后面是这样子。然后烤鸡，诶，扁扁的啦。好，烤鸡是这样子。哇、wow, 然后呢，另外就是烤鱼咯，年年有余。好，那我们应该要先吃哪一个呢？那我就先来切这个鱼好了，准备开切。总觉得好像是料理教室哦。好，好险不是切真的鱼啊，不然有点恐惧。好，那我要去哪里啊？好，就这样切好了。噔噔，这是鱼尾巴里面的凤梨果酱。哇，好，嗯，感觉馅还不少哎。我刚刚切的实在太丑了，现在把它摆盘完之后，是不是好多啦？好，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馅料适中，还蛮足的。好，那我要来试试看看哦。嗯，蛮好吃的，蛮扎实的，然后也不会太甜。嗯，超好吃的。嗯，而且我刚刚忘记说了。那么大一盒，然后那么多，然后在全联就是卖95元，是不是还蛮划算的？好，然后当成平常的下午茶还蛮不错，而且你可以在这个 IKEA 买的这个泡茶的茶壶，然后我要顺便推荐这个，就是古典玫瑰园的茶，它有好多种，然后我最推荐是这个30周年的纪念茶，这个里面呢，它是用阿萨姆跟锡兰红茶当底。然后里面还有黑莓跟黑醋栗，好喝解油腻，而且重点是真的这样换算下来比那个在外面喝那个摇摇杯还便宜很多哦，又健康。好，那就是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如果觉得有趣的话，也可以去全联买买看这一个素三生，当做你的中秋节月饼。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